这就是网络上传说中的什么去桃漫游，是吗？去桃漫游。哦。哎，蛮漂亮的呢哦，你看。我本来以为下午会到，想说来拍锁匙的，结果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了。要来去房间啦，先来看你的房间。这里好像蛮适合带小孩来。哦，哎，后面有帅哥。哇，这么大！我是订两人房啊。嗯，真的耶，两人房这么大。对，一人一张双人床的意思。为什么啊？怎么那么大啊？快点，我们去阳台看一下。哎呦，辛苦小琪了，结果我没有帮上忙。哇，不错了，但是那边是早上的，哎，这早上路会很漂亮，这早上路很漂亮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有吸烟区是不是？对，三级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点硬。厕所，好，厕所很一般，就是一般厕所。嗯，你看，这地方好像假的哦，你看好像玩具哦。真的。沙发，我喜欢这个沙发。对。好。好啦，那我 GoPro 就录到这了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去录哎。我录这个羊会不会很白痴啊？会。会啊、哦。多混淆了，重点是我从来没有玩过，就是这类的游戏，然后还有玩手机的，然后他说他很厉害，然后刚刚呢，他说我们要求救。第二关破很快，第二关真的简单，简单，因为第一关的提示根本看不懂。现在等九点吃宵夜，听说牛肉面很好吃，然后我厨子在这个环上面。因为很穷，所以只出资600块钱。Hello， 啊，今天来到这个去桃漫游，感觉伴侣，他规划的，在脸书上有广告啊，就是感觉好像蛮好玩的，感觉还不错。就是住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差，才3800块两个人睡四人房，其实是两人房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放两张双人床。开过来的路程哦，那个路线是它会有两条路，但是其实 Google 比较近的那条路是不对的。然后这个 BB 怎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要怎么介绍？这个是厨值，然后也是钥匙。可是现在好像是做这样，就是馆内的消费都是出资在里面，室外我们还没有玩，明天才会玩。我还想上厕所哎。我觉得你可能要上一下，不然等一下你太紧张，然后就岔掉。
看到了，会不会？会哦。我们现在要去换集合了，要来玩高空绳索，对不对？对。太阳很大，我录了准备。